金财神宝殿和金财神善行协会连续多年捐赠爱心年菜及发放春节礼金，委托吉安乡公所转介弱势家庭前来领取。今年金财神善行协会共发送了2道年菜，还有500块钱礼金，总共是200份。乡长游淑珍感谢公庙信众善心义举，让吉安乡处处充满了温暖与关怀。佛跳墙、海鲜堡，这是过年围炉非常重要的年菜选项。金财神善心协会特别选购这2道经典年菜来发送，同时今年提高礼金到500块钱，让弱势民众可以更实用。我们已经这个活动7、8年有了，对。那之前是上一个理事长，我是延续他的那个理念，对。所以这一次，但是这次不一样的是，我只准备了2份年菜，然后礼券金额提高500元，这样子，让民众可以去买他们自己所需的必需品，这样子。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颁发感谢状，感谢公庙信众的善心义举。爱心围炉年菜捐赠，谢谢我们金财神宝殿以及金财神善心协会的爱，连年十余年都在为我们关心社会弱势救助以及各项的关怀。这连8年来，在财神庙年年的爱心年菜捐给我们周边的这些弱势关怀，尤其在今年捐赠了200户以外，更加额捐赠了500块的礼券，让我们在年节期间弱势的家庭还有有爱的分享友善循环在我们的吉安乡。感谢理事长李秀霞、戴思义公主为我们开启的这样的抛砖引玉，更谢谢信众大德为我们牵起献爱在吉安，有你们真好。今天前来领取物资的民众可以拿到2份美味的年菜，还有一个500块钱的红包礼金，以及乡长游淑珍亲自制赠的新年小红包，祝福大家龙年到，好运龙中来。谢瑞慧吉安乡报道。